5点多发生了一起火警意外，新北林口中正路上一个停车场，这两台3吨半的货车突然起火燃烧，火势猛烈，警消到场布水线来抢救。那当时两台货车已经被烧得面目全非，挡风玻璃也碎裂。货车车主说呢，有一台准备要参展的伟士牌，驾驶80万被烧黑焦黑。那车主说，这两台货车平常都停在这里，没有移动，只是车上堆满了杂物，怀疑是被人纵火才会发生火警，但详细的起火原因还有待调查。